这是一块红色的高原，中国西南的云南省，它是亚洲大陆腹地与印巴次大陆的结合部，又是亚洲大陆文化与西亚、南亚、东南亚文化交流的咽喉地带。自古以来，它一直就是一块富于神秘色彩的土地。在这块神秘高原的都市与乡村，在交通要道，每当黑夜过去，东方放白，清真寺悠扬的钟声便在群山深谷中回荡，召唤着安拉的信徒们。这是芸芸众生中的另一个世界。这样的礼拜每天五次，伴随着回族穆斯林的心灵与肉体生产与生活，在云南高原上已经继续了1000多年了。他们的祖先来自遥远的国度，在云南这块红土高原上深深扎根，是安拉和高原的子民。他们的祖先来自遥远的中亚阿拉伯半岛，那里曾是一块广袤无边的绿洲，亚非欧三大洲的交通要冲，是世界早期商业经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当鲜为人知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开通后，阿拉伯商人就进入云南，他们贩了印度的宝石、西亚的珍珠、缅甸的玉石，换回中国的丝绸。唐代，云南的洱海地区已经成为中亚、西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从事贸易活动的中心，不少人就常居住在这里。这尊被称为波斯人的摩崖造像就是明证。伊斯兰教产生于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城。伊斯兰是阿拉伯文的汉语读音，它的意思是和平顺从。据历史学家考证，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左右。那时，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商人就进入中国。但穆斯林进入中国主要是13世纪初叶，由于成吉思汗西征而被迫东迁的中亚、亚细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这些伊斯兰教信仰者进入中国后，很多人进入军队，或成为商人、手工艺人。在与中国本土各民族的长期相处中，形成了许多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回族就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回族先民沿着南方丝绸之路，由波斯、印度、西藏方向进入云南。他们大多是商人、工匠和士兵。在滇东北，他们渡过金沙江，沿着五尺道进入昭通地区。
滇西北，他们翻越梅里雪山和白芒雪山，进入迪庆高原。他们组织了云南最早的马帮，沿着大河和道路贩运货物。商业贸易活动使穆斯林得以将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宗教生活传播到云南各地。在漫长的岁月中，云南回族的先民或经商降作、传教、从军，从遥远的中亚、西亚，从中国的陕甘、江南、湖广，万里跋涉来到了云南，分布在广袤的红土高原上，杂居于各种民族中，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民族群体。今天，云南17个地州都有回族居住，云南回族有56万多人。现在缺的这点还是一样，他肯定要几文钱啊。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城出去8公里的地方，背靠景蒙山，绿竹掩映中有2个村庄，就是帕西傣居住的地方。这些生活在西双版纳亚热带丛林中的穿着傣族服装的穆斯林被称为帕西傣。这2个村庄共有100多户人家。据老人所讲，漫乱回村第一代人就建立了用茅草竹篾编的简易清真寺，后来人口发展了，就盖了瓦房围竹篾的清真寺。这个清真寺是10年前新建的。传说在200多年前，有一个来自苍山洱海边的马哥头，向勐海地方的傣族土司奉上了3匹马驼的盐，要求在村边住下，以逃避远方的战乱。土司昭牙坤同意他住下，但要求他尊重傣家风俗习惯，大小事要服从土司，要与傣族妇女结婚。马哥头得到一片土地，在土地上种上了大青树。在后来年代，许多从大理一带到西双版纳做生意的马哥头都到这2个村庄落户，这2个村庄才慢慢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帕西傣村庄。西北高原的德钦是这片神奇高原上一个藏族聚居的地方，在这儿还住着一些信仰伊斯兰教而在穿着打扮、生活习俗方面与藏族相同的穆斯林。老人家您是回民呢还是藏民？我们是回族。是回族。
那您是什么时候到德清来的？我是已经有了四代五代了，有五代，我是在这个地方成长的。嗯，我们是回族，已经有五代了。我是本来是在那个土耳其，我家祖是土耳其，我家祖籍的。我们有了好几代了，是吧？我们往生就是我们爷爷公公都住在这个地方上。我们这个传教了以后，就是我们还是说经文，都是我们这个是我们穆罕默德不知道的，就是就是我们要对这个三十拜了，就是都是。那都是保持穆斯林的风俗，但是呢，穿着和藏民一样。就这个团体就藏民。嗯。信仰嘛，伊斯兰教。他的教名叫约西，他一身藏族打扮，信仰的却是伊斯兰教。在德钦，像约西这样生活的穆斯林家庭有40多户，250多人。当地藏族把信仰伊斯兰教而又按藏族生活方式生活的穆斯林叫做藏回。藏回，男的头戴印着阿拉伯文的白帽子，女的带有白色的盖头。在这雄伟的苍山脚下，洱海之滨是南诏后裔白族人民的聚居地。王文亮一家在这一所白族风格的大院子里生活，他们一家祖祖辈辈都是穆斯林。像王文亮这样的穆斯林在大理尔源县大约有6000多人。哎呦，哎，你好，作为云南历史的撰写者之一，穆斯林有过不少杰出的人物。在元代，有著名的政治家云南平章政事赛典士詹斯丁，这位出身于中亚西亚的布哈拉人，第一次将云南作为一个省来建制。他注重农桑，设立屯田区，畅修昆明六合，广设驿站，兴办儒学，协调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深得民心。在明代，有杰出的航海家郑和，公元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领当时世界无与伦比的中国的巨大船队七下西洋，先后到过东南亚、印巴次大陆、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长为7万多海里，可绕地球3周有余。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在清代，有农民起义领袖杜文秀，1856年8月，为响应太平天国号召，云南回民领袖杜文秀在大理高举义旗，领导各族农民起义，在大理城建立长达18年之久的反清政权，揭开云南近代史的序幕。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是这个民族精神、气质、智慧的象征，作为人类确认自身存在的终极价值的一种精神活动。宗教从来就不仅仅是圣书经典上的文字，
它必须植根于人类的生存方式之中，它的神性才会得到彰显。云南大地上的穆斯林也是如此，他们只有和云南大地上的各民族血肉相连，生死相依，他们才得以作为一个民族群体而存在。正像云南高原的大河和山峰总是把我们引向一个又一个未知之地一样，对云南各地穆斯林有血有肉的生活方式和宗教活动的采访，也一次又一次使我们感受到，他们作为民族和伊斯兰教信仰者的永恒的魅力。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ألف لام ميم ذلك الكتاب لا ريب فيه هدى للمتقين الذين يؤمنون بالغيب ويقيمون الصلاة ومما رزقناهم ينفقون والذين يؤمنون بماوما أنزل من قبلك وبالآخرة هم يوقنون أولئك على هدى من ربهم وأولئك هم المفلحون صدق الله العظيم